那老铁啊，是不是很多都不知道红外线有什么作用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非常酷的，像根镜子一样，你拿的不好，想出哪里你就出哪里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现在这个木头是不规则的，那我们想把这不想浪费这块吃掉，我们把这一块多出来的我们吃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通过红外线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，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啊，就像你自己一样。那比如说我想去到这里，那我就把这里推进去就行了。来，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节省能源的哈。我觉得这台机器里面很多功能、很多黑科技都是为了节省资源，那这个是要给它价值的。对吧，我们像这一台大片机的话大概在42000左右，那一台平薄的话大概也在5000块钱。那其实在价格上的话，平薄是完全胜过这个单片机。但是问题来了，第一我们能代替三台平薄的话，那你就要三个人，那现在人工贵啊，而且安全性的话我觉得还是单片机更安全。老铁你认为呢？